自觉学习雷锋，自觉学习雷锋，走雷锋道路，走雷锋道路，创雷锋业绩，创雷锋业绩。雷锋生前是沈阳军区某部的一名普通士兵，他短暂的人生中为人民做了许多细小平凡但却数不清的好事。他待人如春风般的温暖，他对工作像火一般的热情，他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日子，他遇到的每一件事，都成了他感恩党和人民的机会。1962年8月15日，雷锋因公殉职，他生命的脚步永远停止在了22岁，但他精神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止。雷锋不仅成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名字，也成了沈阳军区许多离退休干部永生崇拜、一生弘扬的典范。于新元是雷锋参军时遇到的第一个人。翻开雷锋日记，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记载：我到了辽阳市武装部，见到了于政委，他像父亲一样，左手握着我的手，右手抚摸着我的头。那是1959年冬天的事情。敌人有一个小屁响，不大，他打开以后啊，他那个上面放着毛主席1至3卷，那时候4卷没有发表啊。我一看，他把1至3卷都看得透边道，而且把重点的文章看得特别细，他那些重要文章里面，他那边上都有很多的眉批啊。能把毛主席著作学到这样一个程度，确实可爱。于新元家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雷锋的照片，这个照片啊，是雷锋同志那天入伍1960年1月8号临走的时候，他来了，他规规矩矩给我敬个礼，他说于叔叔，我给你个照片。那时候他就不叫我政委了，叫我叔叔了。哎，我说那不错啊。他说我后边给你写了几个字，这就是雷锋的亲笔字啊，赠给敬爱的于政委留念，雷锋，1960年元月3号。与雷锋结缘，与雷锋同行。于新元离休后，就自觉把弘扬雷锋精神作为了晚年的追求。28年中，他先后做雷锋精神报告近5000次，平均起来每年就有170多次。共产党员的离休了，党性不能离休吧？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离休吧？是吧？当你生命终止了，那也就没有办法了。战争年代，于新元负过几次重伤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右边的鞋子里还有半只脚是假的。他不能走路走得太久。有一年，我跟这个郊区啊，东南三矿中学去做报告，他那个地方离那个出租车大概有3-4里地吧。我做完了以后就走着，那时候我这个假脚不好使，就把脚磨破了。破了以后我回来一看，那里边垫的那个薄袜子都是血，像这种情况都有。于新元担任了鞍山市好几家出租汽车公司学雷锋车队的政治顾问，每次上政治课，出租车都会在他家门前排成一条车龙。少负了我们出租行业的功劳，你们拉了多少人呢、啊？送了多少客、啊？你们这些连队的同志、啊，为我们鞍山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你们像雷锋那样开车，安全第一位，兴隆发财，好不好？啊！于新元讲雷锋讲得生动，讲党课联系实际，
就这样，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听课的行列，连公司的新党员宣誓仪式也在他的家中举行。有人说，看到了于老就像看到了雷锋。是的，一年都六七次来到于老家听于老讲雷锋的故事，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于老带给我们这个雷锋的这个精神呢，我们传播到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，包括我们每年这个出租汽车联队、学雷锋联队都到这个秀园的这个贫困山区啊，慰问这些资助这些贫困的山区的孩子，为他们送去这个学杂费，还有这个桌椅啊，然后呢也到这个敬老院、养老院都献上了这个我们的出租汽车行业的一片爱心。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干搜所里有很多参与过宣传雷锋的老干部，他们中有第一个编写雷锋故事的，有第一个报道雷锋事迹的，有第一个演雷锋的，有第一个用快板唱雷锋的。他们在与雷锋本人交往的过程中，亲身感受了雷锋的崇高品格，与雷锋精神结下了再也割舍不掉的情缘。1987年，他们成立了一个理论学习小组。20多年来，他们坚持读书养德，保持革命晚节。他们坚持读书明理，保持头脑清醒。党的创新理论给了他们不竭的精神动力，他们信仰不变，精神不老。这旧岁无愁事，新年已快哉，登高迎旭日，紫气正东来。陈广生，原沈阳军区创作室创作员，曾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俱乐部主任。从雷锋入伍的第一天起，他就与雷锋认识了，并很早就开始收集雷锋的事迹，早已把雷锋的故事刻在了心底。我团里领导叫我和我们宣传股的一个同志一块到云苏镇，就是了解雷锋事迹吧，写雷锋材料吧，写那万八字的东西，写完叫雷锋看。我们韩政委叫雷锋，叫雷锋看，他看通过才算通过。雷锋看完了，这个题目不好。第一个引子是题，写的什么？雷锋同志模范设计材料。我说题目好，得有个题目。他在那晃来晃去，我起个题目行不行？我说你写吧。他拿智能钢，他有个大金星钢笔，写两句话：解放后，我有了家，我的母亲就是党。我真的受感动也是这句话，就是雷锋的一句话决定了陈广生的一生的命运，就这句话。雷锋苦难童年生活的经历，让他把给予自己温暖的新社会当作家，把党比作母亲。他把钱省下来交给国家，捐助灾区，就像交给妈妈一样。雷锋去世后，陈广生参与了雷锋的治丧和整理遗物工作，穿得发白的军装，补了又补的袜子，小小的节约箱，孤儿雷锋留下的件件遗物都撞击着人的心灵。那雷锋手机这是雷锋，这是雷锋的字，雷锋的字自己写的，都是雷锋写的。你看这是原稿啊。在卫生队里，首长经常给我们讲战斗故事，鼓励我们好好学习，提高保卫祖国的本领。离开雷锋的日子里，陈广生含泪写出了长篇通讯《伟大的战士》。此后挖掘雷锋事迹成了陈广生生活的主要内容。40多年，他笔耕不辍，他和战友一起撰写的雷锋故事一版再版，累计发行了2000多万册，
创下了中国文艺类书籍发行之最。我想用雷锋这事来感动别人。雷锋牺牲以后他不在了，毛主席叫学雷锋，叫大家学什么，怎么学呀、啊、我用我的认识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感知，我把这些东西想告诉大家。面对恶搞英雄的社会现象，他用笔捍卫着雷锋的尊严。我还专门写过这样文章，我专门写了一篇，看了一篇回忆雷锋的文章，他把回忆的事儿都给写歪了，我就专门写了文章批评他，我没指名了，我的文章的题目叫雷锋史实不能编造，登在辽宁省那个叫党史纵横这个杂志，影响很大。这篇文章，童希文、黎修前曾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，李建宇、黎修前曾任新华社驻沈阳军区分社社长，他们俩是最早报道雷锋事迹的新闻工作者。他们共同采写的长篇通讯《毛主席的好战士》，先是被《前进报》刊发，又接连被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。他们刚离休的时候，正是国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80年代。北当时正出来，还要不要学习雷锋？就是这个，邓小平总统提到雷锋哪里去了之后，大家都是还要不要学雷锋？改革开放还要不要学雷锋？种种的一些社会现象，刺激着老干部们。后来我们一起研究，以他为主。在他的主持下，还有原来前进报一个副总编就是董主修，这个人已经过世了，我们三个人牵头找了一些老同志，就编了这本书，从不同的方面做了十个专题。这个书写这书的过程当中，有的同志很努力的晕倒，他就写写就晕倒了家里头，因为他们我们呢自己要写自己的稿子，另外还要负责编别人的稿子，别人稿子写的不是现成的。一部让雷锋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的书，就这样终于写成了，他一下子就发行了43万册。我就跟他老啊，精神不能老，身体是可以老的，也是必然要老的，思想不能老，特别是精神状态不能老，心理状态不能老。你看我又是癌病四年的癌病，前天像癌做了手术，我的糖尿病是25年，心脏病是也有好几年了，我的身体适应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精神状态好，你就养老，你就拿养生来说，你也得无老。我写过一篇，就这个稿子找不到，我写过一篇叫人死光，怎么看死？人生观怎么看生？人生在死，人死观怎么看死？理想信念的火炬，映现着心灵的高贵。上世纪60年代，沈阳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演员张玉敏，成了第一个在话剧舞台上塑造雷锋形象的演员。当年，他为了演得像雷锋，就学着做雷锋，在为民做好事的过程中体验雷锋的精神。口号是排雷锋、学雷锋、做雷锋，大标语贴出来了。他参加演出的话剧《雷锋》一下子就演红了全国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从此雷锋成了他一生的榜样。演雷锋学雷锋，这个学字确实很重要，就觉得这样做，雷锋说这个做好事心里甜呢，这甜在哪儿呢，是吧？甜在哪儿呢？就觉得我们做好事，人家那个眼神对我们这个眼神不一般呢。成长在雷锋的目光下，心中有一种特别的暖意。2008年，病中的张玉敏告别了恪守了半生的信念。
临终前他含泪对战友说，下辈子我还要学雷锋，演雷锋。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，改革开放30年来，沈阳军区的老干部们写了40多部关于雷锋的书，830多篇回忆雷锋的文章和研究雷锋精神的论文，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新雷锋歌。有这么个心情啊，社会上越是不理雷锋的时候，有一个讲雷锋的机会很怕愁。反正他让我讲，比方讲这个人生价值，我就讲雷锋。这是谁也比不过雷锋对人生价值的态度。你是哪？山东烟台。哎呀，和我老伴儿一个。但是讲雷锋不能干讲，必须注重研究年轻人的心理特点，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，这样讲出来的雷锋才生动，才新鲜，才贴近实际，贴近人心。童希文的经历很有些代表性。我的主意呢，就是给他们讲，就让他们知道雷锋，对雷锋的一两件事能感兴趣，能记得住，和他们有关系的一两件事啊。这中学生呢，他理解能力更强一点了，但最怕的是毕业班，他不愿意听，他用那个时间准备考大学。说我一给他们毕业班讲的时候，就是咱们就20分钟，很对不起，我占你们20分钟时间，怎么这20分钟拿住他，他就欢迎你再讲，鼓掌。大学生呢都带着一种特殊，你比方有一次东宫来了，这架势可大了，来他东宫校报的编辑全体，就现在东北大学，和他这个自动化系的这个学生会的干部，打的题目就是和宣传雷锋的人探讨人生。这玩意儿你第一要树立，不要给他们上课，最好把自己摆进去。你们那时候他们想要入党，我就讲我入党的故事，因为你光讲雷锋也不行，是吧？雷锋他入党都是凭着他对党的感情，这些人都是千差万别。讲自己出洋相的事情，讨论其次入不了党，为什么？你不能给他讲党章，党他有严格的要求的，你不是想入党就入党的。就是讲雷锋有时候把自己也摆进去，打钟板叫开眼，这个台下坐的是雷锋精神的辅导员，辅导员责任重，引导青少年，你们的工作很主动。1960年，沈阳军区政治部杂技团曲艺演员朱光斗在81剧场现场聆听了雷锋的忆苦报告，深受教育和感动。他很快就创作出了快板书《雷锋苦难的童年》。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后，他又创作出对口快板《学雷锋》。这些作品一经演出，便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，成了广播电台的热播节目，为雷锋事迹的传播做出了贡献。朱光斗成了用快板宣传雷锋的第一人。这个说雷锋、唱雷锋和学雷锋是直接联系着的。我曾经写过两句话，叫学雷锋坚持不懈，唱雷锋永怀激情。
你只有学雷锋，坚持不懈，才能做到唱雷锋，永怀激情。那么我这一段段的说，你不管几个人，我经常给一个战士都说，那么这干什么？这本身也是学雷锋啊。所以就是学雷锋落实到我的业务上，落实到我的工作上，就是唱雷锋，宣传雷锋。宣传雷锋有掌声鲜花，也有冷嘲热讽。有一次我走在大街上，对面过来个小青年，他肯定是听我说过这个雷锋的段子，对我也算是熟悉的啊。走到我们俩是走到对面，冲着我挤了一下眼儿，学着我的腔调说，学雷锋，学雷锋，有钱往我兜里扔。当时我哎呀愣住了。朱光斗没有埋怨，他从自身的角度去看问题，这个事儿责任还在于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对雷锋的宣传有一段放松了，不像啊过去抓的那么紧了，使得现在的一些小青年啊对雷锋不是那么熟悉了。如今年过古稀的朱光斗仍然激情不减，他与时代合拍，又创作出了200多篇新段子，唱雷锋学雷锋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雷锋说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在白山黑水间采访的日子里，我们看到雷锋有限的生命已化作无限的力量，渗透在当代军人的生活中，融化在离退休老干部们的生命里。我这人不害臊，雷锋有个八百百宝箱，我也有个百宝箱，比他大的多得多。我那个有小仓库里的装的东西都是我捡来的。这里面是钉子，各种钉子，现在啊都是我捡，我们这些老同志们都捡了，把我给我收。昨天还捡了个螺丝，螺丝棍儿，是吧？我不害臊，人家哎呀，你看这么个东西，连一20钱都不值，你捡它干啥呀？不是20钱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是雷锋精神问题，我觉得。像雷锋那样子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，爱国就是从一套衣服来爱，一点一滴来。点点滴滴润物无声，有了这种传承，雷锋精神的崇高火炬才会在中华大地上永不熄灭。有了崇高的人生追求，社会才会和谐。